哎呦，神奇的魔方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哇哇，防护罩凉了。哇，腐蚀系统，各位，这次的改版内容就是腐蚀力量系统，我觉得差比较多的。来，我们直接现场打一场给各位看，好吗？这边还有一个活动，腐蚀之翼实况组原路挑战轮换，你们可以选一下你们要支持哪一个元素，也可以选择支持你们喜欢的实况组啊。然后你要在下面留言，假如你那个元素阵容获胜了之后，会抽一些小礼物之类的。大家可以点进去帮你自己喜欢的实况组那个留言加油。只要大家喜欢我的话，可以说我支持定元素，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。要怎么选择那个扶持之王的那个活动呢？先按这边选择模式。最上面有这个扶持之力，好、哦，异世界的扶持带来三种特殊的能力哦。收集的扶持呢，解放它的力量，让你成为最后的赢家。我等一下会用，就是我代表的极寒的扶持，因为我是风的代表，所以我就会选择风的这个元素。现在有那个实况组猎杀活动。总共有分九位实况组，我的是卓乐，有沙梗、肉乙跟阿森，风的就是 NL 班长、夜雨跟龟狗，然后冰的就是我跟香香，还有快皮撞场来撞我，把我杀掉，然后成功击杀我，截图给 PUBG 的 IG， 也能获得 PUBG 的周边。好啦，总之呢，我们先去玩一场看看就知道了。Go， 都2021年了，你总是要有一些新东西嘛？有没有？你一进来，你这边可以切换三个元素，它有风、火、冰，然后是有互相 counter 关系的。风的腐蚀呢，它可以产生风罩，降低敌人的子弹伤害，然后呢还提供速度跟换弹速度。然后风的呢就是 counter 冰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它这个有提高对冰球的伤害。这个火的呢就有我这个第一招的这个伤害增加，然后冰的呢就是打火的这个会比较有用。中间那个向前的火焰。强阻挡冰墙。假如你对你的射击的天赋觉得很厉害的话，你可以点那个灼石。啊，像我觉得寒冰应该就比较偏防御一点。哇，熟悉的皮层。希望我活久一点，肯定直接吃两把鸡吧。OK OK， 我们好好的玩，我们好好的来玩。啊，队友嘞？队友跑去打野了，我操你的！说好一起奋斗呢？呦呼！增加移动速度，哎呀，耗五魔方哎、欸，然后防护罩耗十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捡得到哎、欸，符文石是捡得到的，好多哎、欸，地上好多、哦。四指太少，再练五指什么意思？五指要干嘛、啊？五指是这样吗？哎，哎，哇，你看他刚没死哎、欸。他刚在地上又演尸体，我以为他死了、欸、那么聪明，你以为是 AI？ 不行，这里不能再待了，加速开起来，快跑！他只有这些模式会有这个魔法的这个元素在里面。这个呢，就是让一些原本可能 你可能原本打不赢那些高手的，加入这些元素在里面，就变成说你只要那些魔法放得好。护盾啊什么的，放的时机点是对的，你就有机会去打赢那些老手了。这个加速应该是风属性，应该是最实用的吧？干，它又加速又护盾的，而且你看它这风属性还有风声呢。你看，想玩实战又有实战的枪支，想玩魔法元素，它现在又加给你三种属性。你如果只想玩个纸娃娃捏脸系统，它里面又有很多衣服可以让你捡。有很多 skin， 想体验抽奖的快感，里面有扭蛋，一款游戏什么都有、欸。它还有什么缺点？讲不出来嘞、欸，你要我讲，讲不出来嘞、欸。想要体验高清无码，那你可真别说啦。它进游戏的时候会问你要不要下载高清 HD 的那个画质包，它也有高清无码。干这个我不夸张，我跟你讲 ，PUBG Mobile 有超多妹子在玩，尤其都是手机版的。哭啊！团灭！哎、欸，有人偷袭！哎，还敢偷袭啊？哎、欸，不要啦！你真的不能给屁孩拿这个冰属性哎、欸，当冰鸟在玩呢、欸。我
是自己把他射爆吗？哎呦！哎、欸，他好硬哦、喔，他有点硬哎、欸。我比较喜欢冰的技能，我觉得这个冰墙好像很明显比这个罩还要强，它还可以让人位移，它还可以让你顶上去，有些地形顶上去感觉好像蛮强的。你看，像他是选冰属性放这个墙，我们可以你选冰，我选火，来个冰火五重天，你看你可以打出一个洞，真猛哎、欸！这队友后面队友对枪对一队友，帮他放一个防护罩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走！哎，我这队怎么那么久啊？太强了吧？怎么还在啊？哇塞，队友这是什么啊？队友是火属性的。哎，盖起来，盖起来！我防护罩再丢一个，奶起来，超级安全的，好不好？对对，哎，保险。我拿了一把狙击枪。哇呼！妹子，嘿，好哎！哎呀 ，OK， 打一把直接吃鸡。就在我巧妙的利用这个浮石系统的这个三种属性带领之下呢，顺利吃鸡，好不好？这就是他们的全新增这个浮石系统的游戏体验，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。我的极寒的功用就是造那个九宫格的冰墙，可以来帮我当掩体，然后另一个技能是按下去之后可以降对面的治疗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新功能，算是一个新的元素在里面。欢迎就是各位没玩过或者你要回锅的朋友们都可以尝试看看。看我这么热血的吃鸡，大家肯定是想玩的吧？赶快下载《绝地求生》App， 好不好？非常的有趣，好不好？非常的有趣。